好，我是波波真。今天要跟小米、小崔还有梦露去试妆。那我们这次呢是一个蛮特别的企划，是闺蜜的纪念照企划。在拍照之前呢，先来找 Winnie 染了她自己调色的发色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那我现在就要出发去摄影棚啦。Hello， 哇，有人已经在挑了。嗨，哇，来看一下这一次的礼服。然后呢，我个人已经选好了，我等一下就试穿这一件。哇，这上面写我的名字，这好漂亮哦！我等一下一定要第一件先穿这个，大家不准跟我抢。今天穿的第一套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，让大家看一下近的。选这套的几率很高，我很喜欢，它袖子超美。啊，你喜欢这个？我喜欢这个。带回家，喜欢可以带走，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，对。试完妆了，哎，怎么有一个人呢？今天收工，大家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要去赶快去吃饭。吃，谢谢，走，到摄影棚了。到摄影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麦当劳。听说香蕉可以去水肿，整根给它吞下去。好讨厌，好讨厌香蕉。现在是9:30，大家快画完了。我反正，那我还一个大素颜。今天的就是礼服妆法，大家会有一个统一的造型，都是一样。眼妆，头发还是大卷发，飘逸大卷发。好，现在是11:30，然后后面已经睡了两只，今天早上6:30就起床了，现在已经11:00了，现在准备出发到细致的摄影棚。被排挤了吗？我这背影有没有很落寞啊？好可怜的感觉，真的好羡好羡慕哦。要过去了吗？耶、yeah, ，我可以加入你们了吗？
这个好哎。你可以再大声一点。宋慧乔，你说我像宋慧乔。谢谢。还没有曝光过的婚纱，然后他说等一下看谁穿他拍一下，虎视眈眈的看着那个礼服。这就是公主啊！我想试哎、欸，粉红色的，我想试。你说吧。哦，那我拿那个。我去脱衣服，然后脱裸体走出来。不要，不要顾虑其他人的感受。吓死人了。因为我婚纱没有办法超越，到时候可以。因为我可以超越我自己。可以。现在换了第二套了，然后呢，现在来做第二套的头发，等一下妆也会微微的改一下。第二套的妆也好了。我加了亮片色，好看哦。如果我自己也会化浓妆就好了，我只会化一种妆。然后手上这个是梦露买的流沙包，罪恶流沙包。什么流沙包？我要吃牛奶包。我们戏子棚结束了，七点了，六点，七点。然后我们还有，我们第二套没拍完，然后我们还有第三套，所以我们拍完一个凌晨，还笑得出来。好啊，等一下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回到拜堂了，等一下会在这个棚拍接下来的一套加半套。我们派出梦露帮我们点餐，我今天是 Uber 小煎饼。刚刚摄影师问我们说，我们最后一套要不要拍？然后我们当然是想说要，我们拍了，拜托。里面报个时间，现在几点？想帮我们，想帮我们骗回家。对，大家都很帅，希望身体很棒。觉得这个法式光头，换好第三套了。放饭了，边换妆发，然后边吃饭，应该只能换发啦。第三套是低马尾。哎呦，露腿哦！哎呦，露腿哦！现在是晚上十点半，我们在准备第三套，我现在要来补妆。不知道今天会拍到几点，但是我们现在大家精神很好，心情很期待哦。有人已经进入弥留状态的小锤。说他凌晨吧，太扯了吧！昨天晚上都相
这么生活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前面就擦掉吧。我们要跳舞，五百五六七八。是这首舞哦，对对对，你会吗？你会吗？有没有练过？有没有练过？然后再去哦。五六七八。